提剑流云，碎断翅。你听到风声了吗？注意，前方就是空过拖动摇杆，让角色一按住普攻进行战斗吧。干得漂亮，继续前进。出现了更多的敌人，使用技能消灭他们。使用躲避，逃离敌人的攻击范围。你纵横天下，谁能挡我？乱世将会被终结。大丈夫生去天地间，且不与九之人下。还有何人敢应战？点击这里，单丝不成线，独木难成林。还有何人敢应战？当目标有破定值时，攻击会降低目标的破定值，
当破定值被打空后，目标进入破定状态，此时攻击效果最佳。有新玩法开启技能，遇到更多敌人时使用吧。自动战斗，点击切换模式。好厉害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让我带你去点击这里。点击这里。
开启新技能，遇到更多敌人时使用吧。Thank you.